搅辣椒面，戴上口罩了。我一录你，你咋还跑了呢？我这揪不揪吗？这个？我整那个，你搅。刚整两个就开始辣了，呛鼻子了。陆川挺尖的，知道戴口罩。啊，这好辣的。他坐在那整，我在这儿整。这籽儿还得倒出来点儿，留点儿，明天再种。我也呛的不行了，也把口罩戴上了。人家姐从一开始就戴上口罩了，就那会儿整成这些了，咱家得整老多了，这辣椒面哈。嗯，还有2-3磅辣椒呢。真的，太多了，得留点不搅出来的，留着以后使使。留一串就行呗。嗯。哎呀妈！我都整完了，这点籽儿就留着明年种了，还有一小堆的，也快完事儿了。整这么大一堆呀，这辣椒面儿啊！哎呦我的妈，受不了了！哎呦我的妈，搅完了，你可别搁手整了。没事。这个先搁这晾一晾，到时候再往前装。这大棚里啊，还可热了。这籽要不要了？搁那儿要，搁那儿呲了呲了，到时候往前装。我们把那门都开开了，这家热的，连热带呛。卸下来了，这就专门留着搅它的得了。算完钩了，哎呦妈，这家呛的。这点辣椒搁这晾一天就干透透的了，在大棚里头坐着，这个劲比屋里暖和哈。那是热乎，看辣椒呢，啥也看不着。这用你看啥呀？那不得翻翻个啥的，瞅瞅。这不用翻，这翻它干啥呀？去整点面上下屋，回来包饺子，还有一小绺韭菜。进屋做饭，今天这天儿可好，还暖和啊，终于到时候了。他才韭菜，咱那天买炒鸡蛋的没食了。我来韭菜，你和面。对，我和面。搁这醒一会儿，我给你俩摘啊，面和完了。这韭菜不摘。那这个韭菜不算太好。这是小叶韭菜吧？什么小叶韭菜？就这玩意儿。那咋这么小呢？细呀，你意思啊？那就这样吧，就是不是宽叶的呗。确实是不太好，那韭菜。摘完了，开席。先把鸡蛋煎煮。给它怼吧怼吧，省得那啥，省得搁刀剁了。开始切韭菜了。这鸡蛋真黄啊，金黄金黄的。那肯定。开始包饺子，我这饺子馅儿里边
没搁啥，就搁点盐。他在那块儿还有一块冻豆腐，要炖上。这一块面媳妇儿，这是一块面，正好。不吃。对。咱们敢不会，咱们可会包。会一样就行呗。会一样就比会不会强，是不是？对。那比干怎么吃强。烧火的，嗯，我妈就是到啥时候都是烧火的，嗯，烧两个就烧火的了，嗯，这个还得劲儿，总共就这点儿。做的不如倒的好吃，不如饺子，哎。最后一个完成了，完事儿，下锅煮饺子喽。哎呀，我妈水也烧开了，正好啊，恰到好处，正好下饺子。开喽。不累，那不点啥，就是点咸淡。我不能咸，嗯，我没放多少那个盐。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包的饺子，那天来且完了买点那个韭菜，剩点，我们是有点就够了。兄弟啊，来吧，开吧，开走。嗯，歇着。要不要葱啊？有，我得吃，得吃了。买买。嗯，活动活动。这活动粘上了。嗯。行了，这么着就行了。这个今天这个面起的就没有那天那个嫩头吧，你看不？有点扎，嗯，是不是？大春天，对，水气出去了，对，这葱好辣，不好辣，我上饭了，一颗，酱，酱吧，不要酱。不辣吗？辣呀！我吃挺辣。那也咱俩整辣椒面儿，整不辣？真辣！你说我俩整，我俩呛的，真辣呀！那是真辣了。撒油啊！戴着口罩都不当事儿。那薄口罩干嘛？那哪有太厚的呀？我那门都过溜烟，那也有辣味儿呢。你都没敢出去是不是？嗯。我媳妇儿那疤还差一点，我感觉一咬疤更小。嗯呐。啊，这时候葱叶辣，葱白差一点。我吃那葱叶的。嗯呐，我这刚才也是。这个葱就是本地葱，他们是大棚扣的。对。哎，我看你知道辣不辣？吃点啥不是差一点吗？喝点啥差一点辣？嗯，是这样。我整，这是皮的。啊。咱家后边那点葱，等那啥，雪化了、化净了，也得给它扣上。就上面。上面那个，我就说上面。就上面那扣上。嗯。其实那坡上那葱多好。嗯。那坡那葱是结葱。那是啊。那结葱到时候这个打籽那个不打籽就出那么高那个，你要不能吃那老的，老的就硬了，就长这么长。行了行了，嗯。
它不打籽儿。嗯嗯，对。你搁那顶上撅下来就能摘，撅下来就摘。我看有卖那种那什么，那叫什么葱了，磕叉的，不长那么太粗的那种，就一堆磕多少个，香葱啊是什么葱啊？那香葱好像是香葱。嗯。不是香葱。那个葱了你知道吗？香葱。板儿浅，那个葱，哎呀。那咱也没有那的了。香葱。有卖的。嗯嗯，三盘饺子，那盘子大呀，那能呢？那盘多大呀？嗯，盘大饺子大。吃饺子就是快哈，提着出了一会儿就完事儿。这我就喝了，我都喝了。那，你说七十九吧，连一杯都没喝上。完事儿，整挺好。行了，朋友们，那个今天这饭又吃完了，没说包饺子吧，就吃的可快了这饭。然后感谢朋友们对我们一家人的支持，明天见，朋友们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明天见。吃完饭出来，把这辣椒面装上，你蒸着不行，嗯，蒸着，哎。太呛了，感冒了，一闻上嘎就通气。那哦，好好好，慢点点啊，别整洒了。先把这点籽儿再装上，那还得这么整。少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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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家倒完了，整这老些。哎呦！算了，这么辣的辣椒。你多大？你也是。我们娘俩去那啥去。那不拿吗？葫芦。那先去干柳条去。哎呦，干柳条回来插葫芦。这不明天过节吗？我们今天就给它插上。哎呀，拿个镰刀吧，儿子。搁这个吧，这镰刀都不总使啊，搁那个。这是弯弯的。那个能强点。哎呦。行，走。看人老焦我二婶家这个，今天他家孩子回来给买的，都挂上了。人家这个大，挂大门上了。我都没买着大的，我就买两个小的，挂房檐子上。上这个我家门前这儿嘎点柳条得了，正常得人家都搁那啥，搁那个松树枝子，我也没去整，还得往核桃那边去，搁这个吧。这个？那个都已经掉下来了。这个已经掉了。嗯。哎呀，对，我买了六个那个小的葫芦。先搁地下，对吧？行，不用太长，儿子。太长了。嗯。三个了。四个。我。再来一个。还有一个呢。啊、嗯，再来一个。啊、好嘞。推推这小叉底下，你说底下啥有没有鸭蛋啥的？底下呀、啊嗯，能有，这全鸭子附近。嗯，你姑奶他们鸭就在这里头。嘎手啊！不能，好，走回家。搞两根黄瓜吃。那个，你咋摘仨呢，儿子？还有好几个大的，都没摘。供上吃了哈。哎，给你粗的粒儿。
嗯，还是自己家的好。嗯呐，味儿浓，有黄味儿啊。嗯呐，你们起来吧，我们要拌葫芦了。下葫芦是有点小，这要是大了是不是也要挂大门那块？嗯，没在海伦买，就是卖菜车上有，往在卖菜车上买。手还不好使呢，这下是。好，完成。儿子先插下屋门子。行。我别这玩意儿小院吓跑了。不能。哎。看能不能搁住吧。啊。没有风也能搁住。不行，葡萄高吧，儿子。哎呀。哎，我儿子这个儿还是小点了，再高点好了。行了，个儿还是矮呀。搭上了，这费劲呢。走了。没地方插，就都插这顶上。只要是不刮风，就掉不了。喂，好。这个仓房上一个，然后大房上五个。总共就买六个这玩意儿，我儿子说的真简陋啊，那咋整？也行，瞅着也挺好看了。那样吧，也就。你不在家，你爸不在家的时候，我跟你奶在家，我俩都不整。哦。都不整这玩意儿。咱俩薅水萝卜去，包饺子。行。搁水萝卜。行。正好这个装葫芦这个大，走。我这两个西瓜也不长啊。小了，比刚开始栽的时候大多了。这一个窝窝都是咔咔长。这点花全掉完了。呀，我在这刨坑了。这栽大头菜，完了这不下雨。栽大头菜呀？对呀、啊。大头菜有栽的吗？那不就是种的，种完了栽。啊。都那么栽。这样菠菜也完了。都出挺了，太热，又热又汗的。对，汗的是不主要是汗。嗯。哎呀。小萝卜太小了。萝卜汗的不长啊，又辣又小的。你瞅瞅，萝卜袋儿。这个也不大。妈，这个还行哈，儿子。嗯呐。啊。啊。咋的了？你奶又捡个鸭蛋。妈呀。搁这捡的，搁这捡的。对，在那边。啊。够了，这些水萝卜，多搁点肉。看看你奶手捡的鸭蛋。跳玩的。自己家没有鸭子捡。走，回家做饭。嗯，哎，去。等会儿啊，我给你去，去那边去。那、哎、也这些点的，也够了。栽大头菜，不栽老成虫了，我可整不过来的。这里子也接点哈。不知道我走之前能不能吃这里子呀？你不浇水能行吗？你这根儿折了。这不全让虫子咬的吗？咬了没事儿。这个了点水是吧？你脑子支着。王然也帮忙整来了。嗯，你俺奶帮整。快薅薅薅，挑大的。你那南园子没栽。那点玩意好整。我把这水萝卜切下来，切成丝儿，然后用盐杀一下，不用焯。萝卜太小，这要是大的话，用叉子就叉了。
的盐儿给它杀一会儿。我要把这个肉馅儿刚做完的给它炒一下子就够。把调料也搁里头。看看这几个老太太在园子唠的这个热闹，唠啥呢？我说你们唠啥呢？在这唠的这么热闹吧？我这说两句，他俩合适是不合适？我养不住，你二叔不让，骂我呢，我收拾猪圈呢。啊，我二叔不让你养啊？不让，我硬这样管。没给老闺女打电话，还回来商量，就说我老人拿的钱，我说抓两。这个咋整？你薅没薅大菜摘的呀？薅完了还惦记我呢。薅完了？还薅完呢吗？啊。咱家这的都省劲呢，整十几号整损泥板。嗯呐，你薅那点儿能够吗？够了。水萝卜杀好了，算算出来得洗两遍。这俩红的绿的挺好看的。这调料都搁好了。和了和了，拌吧拌吧就能那啥了，就能包了。开始包，而且你看这馅儿就可散了了，这搁锅炒完这肉，它就不成团了。这挺利索呀，包这些了。哎妈呀，这都着急吃了，我就闻着可香了似的。你炒完都熟了，你看能不香？嗯呐。开煮，下锅。绷着啊。好嘞，给我儿子整点馄饨汤。当馄饨吃了，嗯，对，有点热，嗯，行，这儿。好嘞，开饭，开饭了，包饺子，这不过节吗？他们吃饺子，我吃馄饨。咱们提前过节嘛，明天完了就吃荷包蛋了哈。嗯。明天吃粽子啊！明天吃粽子啊！对，我那还有点粽子呢，别人给的，我自己没包。给这水萝卜馅儿的，吃过，挺好吃。麦，你吃没吃出来我这馅儿啥毛病？干了。不用干了，这馅儿我炒了，把肉炒完不抱团了，散。黄瓜旱的都不水了，妈，干巴沉甸的，肉筋筋的。你就那么长小辣椒了，都接了辣椒。嗯、我们叫辣椒，你不是辣椒扛旱吗？柿子扛旱。嗯。扛旱它辣呀，扛旱。柿子旱年头的柿子面。嗯。我妈今天穿薄的了。我都恨不得我都最后那件裤衩都脱了，我俩还有5毛1呢，不要热。他们都来好大口菜呆了，你小二婶说我脱了，哎呀我的妈呀，你不是整吧，你可别穿了，热死了。你这穿毛衣这钱儿，故意给人劝。你儿子过节也不能回去那个。我说你儿子过节也不能回来了，你哪年过节你在外干活也不回来，主要今天这不是离得近吗？儿子，过完节哪天咱俩去啊？去也费劲，要是交通不方便。嗯，俺还没有住宿的地方。嗯，那你再吃点，不吃就吃点。你老惯手都放下来，吃饱了。哎，这一天不少啊，这饺子多少呢？一个没剩，汤多，汤多他也不少，他哪一盆呢也没满，还非得满，
得满了算一盆。你奶奶意思就满盆才算一盆。我的妈！我一瞅就少。哎，我一瞅你吃的也少。不少，我还不少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我吃也不少。因为晚上吃些啊。对呀。到四十元你奶奶吃八分吧，晚上。嗯，我也是。你多大岁数？你也是。哎妈，他们娘俩就笑死我了。哎，行了，朋友们，那个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朋友们的支持，拜拜，再见。鞋没穿上，这天都没事啊，上午没事。上午没事啊？上午没事就走，怕下雨啊，下雨这玩意视线不好啊。嗯，是不是啊？走吧。没油了，又没油了。一中开学了都，这孩子都没放几天假，我得给我儿子开门。走，我也得进去问问，看看得啥钱能考上哈，儿子。我问他学画的事儿吧。不用，反正我也没啥事儿。咋的，儿子？我说好像有模考吧。啊，还有模拟考试啊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反正应该是现办应该不能开始，应该是八点。啊，朋友们早上好，这不我儿子今天开始考了吗？这科二，今天也是不咋好的一天儿，现在就开始星星了，这雨，不知道待会儿能啥样。这要下雨，孩子考试也不太好考，儿子。嗯呐，看不清。嗯呐。来好一趟了，才看这还有两个鹤呢。平时练车的时候，他让那个进屋等着了。今天考试，屋都不让进了。然后啥时候能考上，也不确定。因为他这个名单是机器上滚动的，不是个人安排的。出去了，出去等着去。不让进了，今天。那正式考试没进，嗯呐，没让进，想挺没，啥时候能考上不确定啊。啊，没出来呢，哎，出来了，考完了，儿子，咋样啊？呀，啊？没过呀？没过没事，儿子，没过上啥火呀？还有下回呢，咱下回再考啊。没事，没事，啊。你把气我了吧你！哎，我看看，没事，你是不是糊弄我呢？你猜是不是？啊？猜呀！我猜呀！啊！我猜过了。啊，过了。是吗？糊弄我呢，招谁过？逗玩儿。逗我玩儿呢，这不咋的，这么快呢？我第一个。第一个。嗯呐。哎呀妈！随机叫号拽第一个。妈的，我儿子挺厉害。这第一个。第一个。这不抽的吗？抽我给我抽第一个，抽第一个啊！抽第一，第一个考的，那第一个过的啊！啊，过了，挺厉害，我儿子，站一站，厉害，好，哎，一遍过，下车，哇啊，加油！付账啊！我没钱，没钱没油了，停这儿吧，停这儿吧。拌豆子，拌豆。上午我们没在家，我妈那什么薅下来的。拌豆是什么呢，朋友们？就是粘豆包的馅儿，知道了吗？能做粘豆包的馅儿，对，还能包那个用白面包它也行。对，俗称就是豆馅儿。还有吗？还有两个东西。啊。瞅下雨下的，这柿子。柿子秧沁的就像快要死了似的，这两天没进园子啊，辣椒红了。南头，你把南头的拿回来了？拿回来了。那就这些。这个其实也能宰了，这个。它不是有那啥的吗？有绿的吗？
妈没往下薅，那就是不往下薅，是吗？嗯。净潮哈，潮啊，亮亮巴巴巴巴得了，也扎扎挺，还扎有点儿，亮的。台上那点先不用整，给揪下来，剩下绿的就不捆着就扔那高绳背那了，放放牧羊那去，把脚拽下来。那拽吧，它搁那凉快地方多好，搁这嘎晒一天，出来这阳光，你瞅瞅。搁这嘎多好，你说风凉的，搁那晒的，我寻搁那晾着呢。今天这脚跟去年比可差老远。今天这炕有点沉的正好，那两天他们说卖卖，我都没卖。怎么说我说一会儿泪水呀？这点玩意儿啊，妈这个籽儿能不能打回来？能，那籽儿干嘛？我寻这籽儿都打不回来。真是难，包豆馅儿，包豆包豆馅儿是够了。难，不一定。妈不说得那点沉的加在一块儿才能够呢吗？也够了。那不还有呢，没完呢。这不挑这，一包买挺贵呢。啊，花六块钱一斤呢。剩点不错了。你看你重点儿的，你没有你买，你看我那斤。你说咋的？今天吧，开的那个它开花的时候，它不下雨。嗯。等完了到后期呢，又涝，那所以就完了。它有的那个都涝的都坏了，这豆现在就有的。生芽子。嗯，没了。有了。我还得倒腾出去。倒腾，对，倒倒开去。扔树炭子里，搁那晾着去吧。对。干儿。一趟一个走。嗯，晾干了就烧了。扔垃圾箱去，扔垃圾箱去。嗯，我搁这收，收走，就整不多呀。那等等去，那一天等几天？好嘞，我要开始做饭了。今天包饺子，两样馅儿，整点牛肉的，然后再整点酸菜的。馅儿，就你就点葱花啊？行，整去吧。就叶还是带根儿的？叶就行。哎呀，往牛肉里搁。搁点带根儿的哈。行行，你等点。给我整葱花去了。少放一点酱油。盐。蚝油。酸菜。这大葱怎么样？够不够个？哎呦我的天哪，能吃了这些吗？一颗，在后牙子倒的，完了就让我连根儿都薅下来。我说的嘛，这得弯了吧唧。这帮我能整下来吗？嗯、哎呀，老公来，完事了。这牛肉的这里边多搁点大葱。牛大葱吗？嗯。啊这，哎呀。哎呀好。哎呀，不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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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我得搁油了。开始包。我儿子睡觉呢，这家是睡半天了，还没起来。你整菜儿包。我就整个豆腐。吃饺子还整菜。挺奢侈的。哎，我这点牛肉馅过得还行，自我感觉挺好。他们爷俩这么包，我妈给我擀皮儿呢。因为我妈
妈不会包这样的。哟，这家一蹦的吓我一跳，你说这。这是干巴的香烟。香烟豆腐哈。妈，咋咋地。递过来。最后一个包完了。炸锅，哎，炒辣椒啊，对，炒辣了，不用辣，挂油，就像挂油似的。豆腐下锅，哎嘿，这回来点芡，大火一锅吧，就完事儿。对，火了，看着挺好。红辣椒、绿辣椒啥？那个酱油。哎呀，你爸还整个小碗儿。哎。今天那啥呀？今天就整压倒蒜了。啥叫什么什么蒜？压倒蒜。不知道吧？不知道。没扒着蒜，就这么吃。不是，没整那什么蒜酱。对，这么吃，这叫牙倒蒜。牙倒蒜，不能饿吃叫牙倒蒜是吧？哦，四盘起名的，四盘饺子呀！哎呦我的妈！哎，说少整少整的，到底是多了。这俩玩意儿拿在地下吧。来点小香油。我就不来了。来，哎，妥了。吃吧，妈。我妈还等开饭呢，吃。不开饭了。不开饭了。不开饭就吃了啊。吃吧。不开饭。这样的是牛肉的。啊，这个是酸菜的，啥呀？是这样是点的，这样是牛肉。那色还能看出来吗？能，那你妈捏的。这样能赢。哎，对，嗯。今天为了庆祝你大孙子，嗯，那个顺利考过科二，最难考的，其实科二是最难考的，考完科二剩科三科四就好考了。嗯，不知道，反正对我来说哪一科都挺那啥的。正真呢。嗯，来干一杯来。你个饺子，哎呀，哎呀，好，饺子下肚了，你干碗了。妈，你尝尝你儿子做这个豆腐。我这豆泡炸的就是，上哪买的臭豆腐啊？搁点那臭豆腐料一拌，就臭豆腐酱，整的完全没有那臭豆腐那料。嗯。特别是炸的。那玩意有卖的吧？把那料一拌就完事儿了。哎呀，买那。臭乎的，儿子不愿意吃，还整点这个凉菜，炝拌菜。这家怎么那么辣呀？好，臭乎的。嗯。哎，怎么都上我这盘里了呢？上家我那一盘吃没了啊。哼。咋吃的？搁嘴吃的。这盘吃过这盘吗？你见那盘子吃了吧？今天这面和的有点软了，软面的好，软面饺子硬面汤，吃到心里头亮堂堂。行，你不知道哪来那些磕哈儿子。你要切面片儿，你小硬面儿，八把小刀削面硬点的，咔咔削，那金刀吃的行。嗯，有的把那个面片儿吧，高粉面的，高点粉面的，都硬了。我那天我切面片不就割了吗？搁粉面子了吗？切面片，搁粉面子跟不搁粉面的面片不一样味道。你要是刮着面片那个面的筋，跟那个粉面子那个摊面那个筋，那是筋道是不一样的味道。嗯、知道了。才知道吧？我还是捅了他爸爸。我做啥呀？就吃你的。老是个毛病，他儿子。说那你抽第一，你第一个考，你没害怕吗？我，后头我在一边咯噔咯噔一下，开始往这边走，就心直跳。完了到车上摸方向盘，就冷静了，就没啥事没有了。你还第一个考的，哪管后边考的？叫出去八个人搁这等着拍照，完了再上外面那块等着去。然后我整完了去拍完照了，然后出去我第一个。啊，你看我跟你妈俩那回是几点？九点半吧。嗯，啊，不到十点，九点半，九点多点，九点多点你就给你妈打电话了吗？我一看，我是不是儿子？你妈电话一响，
妈妈是，我说妥了，过了，怎着？要是不过的话，他不给你打电话。你看人出来，哎呀妈！不是、啊，我儿子说给我打电话，妈，我完事儿了啊。嗯、我说那我够你爸俩去接你。嗯。到那嘎达，我俩不是溜达一圈吗？没见他这么快。嗯。到那块儿，我看我儿子出来了哈、啊。我说儿子咋样？那小脸一出来的时候，那蹦蹦的，哎呀！我在那寻思，我寻思对不住，就是没过。那啥呢？那是啊，敬业的。嗯呐，哎呀，那小脸蹦蹦的，后来这下也装不住啊，这咋的？自己乐了。那个今天视频就到这了，朋友们，感谢朋友们对我们一家人的支持，咱们明天见，拜拜。明天见，再见。